注意同学，请刷落来看第三小段，人民标因缘生法，声闻标即空，菩萨标即假，佛标即中，宽容无碍呀。这段话啊，真重要。在如来境界内面，不但众生是平等的，咱在讲有情众生。有情的，报土啊，也是平等的。所以呢，众生一真法界，啊，一真法界内面有佛无？有菩萨无？有众生无？无啊。那讲也有这个分别执着，都唔是一真。一真法界内面有净土、秽土无？有四土、三杯九品无？拢总拢无啦。诶，这是一真呐、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心现色变呐、啊！你。爱尽细心去体会、去观察，才会当得到真相。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，世尊伫经上上讲的，为何一念故净土？即、这个为佛一人，一唔是独一，但观念上唔通想错咯。正教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即款人真多啊！究竟圆满佛果，伊做诶就叫做真正一真法界，顶教菩萨。主的是上师的一真法界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伊也佫有一片心胸无明啊，无断干净。道理伫即个啊，化妆世界呢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这四十一个等级，对对来呢？您想看麦？无明烦恼无断尽呐，四十一片无明，破一片。一个地位升一级，是安尼来的。但是你也知影，
无名、人杀、见书、烦恼性空啊。真如主先来对，本来都无呀。其性论讲啊真好啊，本家本有，不家本无啊。啊，无明是不觉啊，分别执着拢是不觉啊，不家本无啊，哪有什么阶级呢？哪有什么佛、什么众生呢？迄、那个境界内底无佛、无众生啊！伫第一义啊，落到第二义才有啊，才有佛、有众生。第一义内底无啊！啊，第二义内底。有相即公土，有十宝土，有同济土。第二义内底无啊，嘿，这是真相啊！诸法是相啊，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。拢是浮梦相啊！《金刚经》里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那是什么？救化界众生，包括顶个菩萨。因为境界是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如来实际理地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实相。啊，妙啦！妙在实相甲梦想是融合做伙，袂当分开的。梦想无咯，实相也无咯。这实相，咱像咱人心，啊，这实相好比咱的人心。这个梦想，咱像是咱伫日头下面的这个影。啊，你应该想看卖，这个影甲人敢会当离得开咧？离袂开啊！会该输未？未该输啊！咱这个心不该影，影也不该心啊！离输不该，输输不该，你爱觉啊！如果不觉，不觉就害咯，将影当作家己，将家己袂记哩咯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救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啊！咱的真心是清净发心，四性六凡啊，已经庄严，是影像啊。金刚经上敢是讲得真好，如梦幻泡影啊。十法界已经庄严是梦幻泡影啊，已经法界内底是相思的实相，如来迄个故位相，才是真实的实相。这道理要捌啦，你若是毋捌，你学习修行，你啊无方向，你无目标啊，你到最后无结果。你爱了解明了，我有方向，我有目标，我将来会当进入这个境界。这是啊，佛的境界。这个境界，不管你进较浅，进较深。正较宽，正较歪，将来求生极乐世界，就品味的提升是大有帮助啊！
所以一定要知影，这个疫情中严是啊梦幻泡影。对于未来呢，对于咱的梦想变现出来，即个讲啊，人民是因缘生活啦。因缘生活是什么呢？换一句来讲，大家就更加清楚咯。人民是因果报应啊，这个大家就了解了。因缘生活都是因果报应啊。无一项啊，唔是对心想先的。你啊，心想先，你的果报先，以前总要拢先。你的心想不先啊，以前啊拢不先。唔是别人做来唬你啊，自作自受啊。自作自受，伊唔知影，伊怪别人。万天有灵啊，天公伯啊，无公平啊，无公平啊，互我受这么多苦，对伊遐好，对我这么无好。伊唔知影伊的好是伊的善心善业变的，我这个唔好是我的不善心嘛，不善业变的，甲啥人都无相干啊。啊，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，一个错误的念头改过来了，不万天不由人啊。知影甲什么款人都无相干啊，啊，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。这是就是真相啊！耶路世界有人民，人民呢是反省当基督待业往生的。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老老实实来讲呢，伊阿个是人天的境界啊。殊胜在倒位呢？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，智慧福报加持的，把伊啊提升起来咯，唔是伊修正的。西方世界最殊胜的所在就伫即地。声闻表即空，声闻是方便又无托啊。境界观啊，伊知影。万法皆空啊！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的心定了。虽然有定，定功也无够。为什么无开智慧啊？所以何公因主偏金涅槃啊，金就是真空啊。
自偏进涅槃，有自受用，无他受用。自受用伫清净寂灭内面，袂自在啊，无圆满啊。佛的经上甲咱讲的阿罗汉，上长的自偏进涅槃，最长的两万大劫，就是讲这样长的一个期限，伊会回头啊，伊会当觉悟，会当回头，彼之佛比较聪明，彼之佛也住偏进涅槃，最长的期限是一万大劫，一万劫的回头啊，声闻结集两万劫的回头。回头就是咱常讲的回首向大啊，伊无愿意过休息了，休息的时间有够了，也未过努力去求学。声闻啊，自偏进涅槃就好比咱的休学，譬如读书啊，读到中学毕业，毕业就无去读了。这个就停下来了，停了六几年了后，感觉会未用力，也是爱读书，又去考大学啊。这大学就好比大神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菩萨表即假，这个即呢，就是一切啊。一空一切空啊，一假一切假，菩萨知影，十法界依净庄严是吉祥啊。这个吉祥不碍真空啊，所以心住在真空，伊会当伫这个吉祥内面教化众生，彼此无妨碍。咱今仔日凡夫，咱如果教化众生，对家己的清净心真正产生障碍。心不得清净，如果是菩萨就无障碍了。一天到暗，无用得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对袂妨碍家己的清净心，绝对袂妨碍家己修行的功夫。菩萨修了多万行啊！咱念佛灵修的是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，这是念佛三昧啊。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无论安怎无用，心不颠倒啊，一心不乱，心永远是定的。袂予外口的境界转啊！菩萨啊，咱凡夫接触外面境界，会予外面境界转啊！这个啊，真可怜啊！
和外面境界作案，都是拄着境界的客就去反应，无定功啊。所以迄个念头，会使讲，对你出世到现在，迄个念头迷离不断，然后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呀。速度紧啊！绝对无两个念头是同款的。念头比时间较紧，时间一分一秒，咱念头的区别，佛在经上甲咱讲的。拢是万分之一秒啊！换一句话讲，一秒当中，一秒钟这长的时间，咱的念头已经有几万个啊生灭咯。哈，就是以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我甲诸位同学常常讲的，这不是真实的啊，是分的方便算。这方便算就已经不得了了。为什么呢？楞严经里讲的一秒钟，偌多念头生灭呢？216,000个，216,000个念头生灭。咱家己唔知影。这唔知影叫粗心大意啊！一个念头生，就是现象出来咯。就亲像咱咧看电影同款。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个拍开，一张相片，相片放在银幕顶面，那个银幕就是虚空啊，就是世界，就是众生，是咯。真紧的，一下就灭咯。别落离开个心，第二张出来咯，速度太紧咯。咱看到那是真的，其实是一张一张的画面啊。而且一张一张的画面是各个无同款，绝对无两个完全同款的画面啊。这叫做相续相啊。金刚经上讲呀，如露亦如电呐、啊，露是露水呀、啊，露就是比如这个相续相，电呐、啊、是比如这个真相啊，这个这张相片啊，就是讲那是真相啊，规张连起来是相续相。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同款呢？咱的念头不同款啊！这个念头啊，就是佛经上讲的色为色所变啊。念头不同款，变出来境界上就不同款啊。菩萨感悟啊！
伊会当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不变，未随外面境界转呢，这是功德啊。随外面境界转呢，无功德啊，那叫烦恼啊。你也随着外口境界转，啊，佛的人讲功夫啊，什么是功夫？未随外口境界转，这是定。对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那是慧。定慧、定学啊，定慧、定运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境界深嘛，所以菩萨引导众生啊，修行住涅槃真自在。菩萨会住涅槃未？菩萨住涅槃啊！你看，住涅槃佫无妨害度众生，妙啊！涅槃是如如不动啊，清净寂灭啊。所以大乘菩萨以前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，如来各地上都是这样啊。什么叫无住涅槃？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两边不住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不住涅槃就生死，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。讲起来涅槃生死两边都住啊，拢兼顾两边无冲突啦，两边无矛盾，两面是圆融的，两面是自在，圆融无碍呀。所以到个菩萨就会用你咯，这空界中完全融合起来咯。即空即假即中，凡夫境界因为梦想分别执着啊，非常严重，空假中未当啊圆融。空唔是假，假唔是中，啊，真正的智慧啊现前。知影伊是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啦、啊。啊，真像这个白鸭挂同款，咱安尼甲看，这是恶入去啊，哪会入去啊？我倒转来呢，这是碰出来，未了解事实真相。徛伫这两头的人，就会冤家咯。我讲，这哪入去？伊在讲，我讲，这个一碰出来，这两个人就会相拍咯。地界无共款啊，无看到事实真相，我倒转来，这只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原来这个哪就是碰起来啊！碰起来就是耐落去啊，是伊啦，唔是你啊。佛菩萨聪明伫倒位，六面拢看到咯。凡夫甲修行，个人啊，只看到一面。所以啊，伊有执着，
啊，看到这面呢，你讲这个物件是哪里去？伊唔相信，明明我看的是捧出来啊，你来讲伊哪里落去呢？呀，看到这面呢，明明是哪里落去，你来讲伊捧出来呢？争论不休啊！伊无逐面拢看到啊，逐面看到，智慧就完咯。佛教人啊，对于法界、虚空、世界众生、迷尘，逐面拢看到。然后即系运用无界啊，佮看下面这段，无敌得水，咱就爱将这文念一遍，即、这个所在无将这段的文截录。有舍利弗，经罗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。池底顺以金沙布地，四边皆都金文琉璃玻璃合成。即个解一个，金是一种，文是一种，琉璃是一种，玻璃是一种，即个也讲四种。琉璃就是咱现在讲的翡翠，绿色的玉啊；玻璃就是咱今仔讲的水晶。伫较早，即个现代即个玻璃并无发明。古人讲的即个玻璃啊，佛经里讲的玻璃，拢是讲即个水晶，啊，是天然的。完全透明的，呀！现在咱知影咯，水晶制作的物件真多真多啊！最常看到啊，就是这个水晶的镜片、目镜的这个镜片。水晶的镜片，伊是啊，保护目睭的。搁看下面呢。上有老果，这是讲这个七宝池，七宝池这个旁边里有老果，老果由于金文琉璃玻璃，佮加上车骨、车珠、玛瑙来染色剂，这都是七宝啊！七宝都是自家的物件，其中莲花。这个宝池内底要有莲花，大如车莲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美妙相结。到这是一段，咱讲这个宝池得水啊，介绍这段很文的很结咯。这段里面，这个、重要的语词呢是无罗斯库。下面，咱分了两个小段，上明住处，初节明星处。头前讲这个众宝难思，这是地理之乐，也是咱居住的环境。这部行书，宝池得水，这是讲咱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处啊。极乐世界
甲咱即个世间无共款，咱即个世间是胎生啊，胎生真艰苦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化生啊，化生是变化呀。出土动机是由老血液所感，所以讲咱这个世间，咱这地球。这地球是反省动机土啊，这个土对对来，佛在经上甲咱讲，有老血液，老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有老就是你有烦恼啊，你有习气。只要你有烦恼习气，你就无办法离开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有老的血液所感。你看佛在真多经论内底，甲咱讲，真正是无所处啊。千经万论，甲咱说明的这个事实真相。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，所以佛讲了，只要将见思烦恼放下。六道轮回就无了。应家大师正道古来对讲啊真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处啊，这六处就是六道轮回啊。隔晓空空无大千啊，六道轮回不是真的啊，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，但是你唔知影这是梦，你伫咧这个梦内底爱修啊，所以你做善业，你伫梦中享福，有乐修；你做恶业，你伫梦中受罪，你有苦修，你是梦未精神啊。到什么时候才会精神呢？你将这个这个六道的业因，给断掉，个都无了。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来对一个心见。执着这个心是我，您想看吗？六道众生，有一个人不以自己的心，行善为这个心，作恶嘛是为了这个心，以为这个心是我。头一个错误啊，所以啊，我常常劝勉同学，咱若要真正想讲要觉悟，想要明了明白，对对落手呢，头一个啊，爱将自私自利的念头吃掉。你这当入门啊，
自私自利，即个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行为，若未当彻底放下，你有搁较好的缘分，你未当入佛门。这个佛门是什么？佛的境界，你未当入去啊。六道凡夫可怜啊，无量劫来在这个轮回来对的滚灵啊，三千多的时间短啊，三恶多的时间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都是为着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害个你生生世世第三道苦报来对啊，受罪。佛真正是慈悲到极处，将这个事实真相、前后的因果，全部拢甲咱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奈何啊不悟？什么是悟了？将自私自利放下，这人讲悟了。自私自利无放下，无觉悟啊！结果更加成，讲个天花乱坠，自私自利无放下，也不是真正悟啊！这是经教内底所讲的啊，世谛变聪啊，不是真智慧啊。真智慧，伊的观念改变了，这叫做修行，错误的观念修正啊。起心动念是什么心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日常生活起心动念是这个心嘛？这个心内底无自私自利啊！看到众生苦，就会去帮助伊。全心全力，下地为人呢？另一个看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安尼心？下地家己的妇女的生活，下地家己的社会地位，下地家己的一切关系。用这个身体，用伊的智慧，帮助一切众生感悟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一切众生转凡升圣。也所作所为，一讲到暗，是伊现的，是为人演说，以身奉献，一点啊自私都无啊，一点啊自利都拢无啊，所作所为，利益社会。利益一切众生，
这啊，才会入佛的境界啊。佛境界就是家己性德的境界，明心见性。凡夫管水啊，所以你一家修行，你未当确立，原你伫倒位，自私自利无放下。是无容易啊！这咱一般讲的，若根性太深了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哪有遐尼容易放下呢？佛陀的这众生，要安怎呢？无肯伊放下，为什么？无办法啦，还是无可能的啊！更什么？更伊做善业，唔通做恶业。佛教这众生啊，是教伊五戒十善，无得，唔是教伊出轮回，目的是。防止伊对三恶道，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，不善啊，你会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！太可怜了，太凄惨了。你会当断了修仙呢？你是我该修习仙，你来生的人天福报啊！你未当放下自私自利，未当出六道轮回啊！帮助你的人天福报啊！佛教化众生，确实应机说法。你是什么款的根基，什么款的愿望，佛拢会当满足你。这是讲咱娑婆世界，也那西方极乐世界，甲咱遮无共款啊。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。有为阿弥陀佛愿行之所庄严，这个之所庄严就是加持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无量劫的修行功德加持你啊！你家己爱修无漏净业。你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道理唔通唔知影。国家主义讲，你啊心肝内也有一个万分的人，也有一个看袂顺眼的人，你袂当去极乐世界啊？为什么呢？迄个心态是严重的老。你不是无漏，你是有漏。有漏修正业啊，这个、业也就不正咯，也就变作邪业咯。所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唔通看遐老太太念佛，临走的时阵往生遐尼自在。啊，你若仔细甲观察咧，伊生前是不是有一个万分的人？无啊。为什么呢？容易被搞笑咯。我要来极乐世界去，
但我成佛了后咧，我就阁倒转来度人啊。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咱修行最重要，就是将这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。有一个人不满意，有一件代志未爽快，拢是障碍你往生啊！你心无清净啊！这是说明往生难啊！一万个念佛人，只有一两个往生啊！道理在即地啊！伊的烦恼无转过来啊！只是用即句阿弥陀佛甲缀落去，强强甲缀落去，未起作用。迄都要看你的运气啊！到你命中的时阵，最后一口气，人我缀袂牢，爆发出来咯。一个爆发出来了后啊！对三毒啊，所以啊，平时啊用功夫将这个甲转过来，我未过万分，我未过甲自卑啊。伊用万分心来对我，我用慈悲心来对待伊。啊，我用感恩的心对待伊。你会问讲，伊对我有啥物恩呢？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啦，这就是恩啦。成就我持戒波罗蜜啦。再有讲成就乞丐，我对伊未报好咯，这是乞丐啊，不杀生的戒啊，无报好的念头啊，无嗔恚的念头是忍辱，无报好的念头是不杀生，不杀啦，乞丐啊，成就你六波罗蜜啦。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？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，从此化解了。啊，你念佛往生无障碍啊！这才真正会当感到阿弥陀佛临终的时阵来接引你。所以，对这个世间有一件放未落，拢是你的烦麻烦呐、啊。果然会当心心世界一切放下，烦恼习气未搁再去现行，这个人念佛往生，平平安安、稳稳当当，临终的时阵回来接引。所以。极乐世界拢是无漏正业所成啊，无漏就是将烦恼转过来咯。这句话啊，真重要啊！在要往生，只会在阿赖耶识内面失去精进，未当带现行啊。现行是什么？现在啊，常常发作。那叫现行，这个这袂当大去啊。
也咱每工对早到暗，生活工作、处处待人接物，拢总是咧修行。从较早毛病习气，拢总拢改正过来。较早我恨的人，现在我会当爱伊；较早我厌弃的人，现在我会当帮助伊。咱刷落来看下面的这段，第五，四写莲花，无太辛苦，无爱别离苦。咱这个世间是太生，太生有十个月。太恶之苦，胎生甲父母的缘真深，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啊。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，拢也未当避免的。这里面温情，西方世界无同款，莲花化生啊，所以绝对无啊，十个月胎格无这现象，生到极乐世界就伫莲花化生，所以。无遮个温情，即种现象，即个恩爱、情执的现象无啊，即个即极乐世界。甲咱即地无共款，咱阁看下面咧说明，莲花大细光色无共，经文众生发心，信愿持名，地中。即生一连累，表明有上欲精进念佛，化解日代，功歇日现，如中途退心，也该是他法门，即化渐苦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，看不到生死异灭的现象，比如讲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是化生的，伊毋是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变作一个囡仔，慢慢就大汉，安尼就变作有生老病死咯。也去到迄个所在，所现的色身呐。阿弥陀佛同款，不是现一个囡仔慢慢大汉的，不是啊。所以啊，伊无成长啊。所现的色身，甲四十八愿讲的同款。该是金色
子母真金色身啊，故作圆满的上好光明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的。唔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而且所有众生拢是共款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真不可思议啊！唯独缘起来对莲花。看到伊有生灭啊！莲花对对来，真正是佛的大乘教内面上讲的，从心向心啊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。比如咱家己，我心来想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七宝池内面就生出一个莲花园，莲蕊啊就是莲花园，而且这个莲蕊顶面已经有你的名字伫个。你念佛念甲真精进，精进念佛，这花慢慢就愈来愈大了。精进念佛，花就会大。花的色水呢？花的光明，甲大小完全相配。光色鲜明啊！这是讲念佛念个真精进啊。如果你啊念了一段时期以后无念咯，别个因缘。来障碍你，你受了影响，改学别个法门，无修净土，改学别个法门，你啊，这类莲花慢慢就打去了，就无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会当看到生灭现象的，只有莲花池内底莲花。这个莲花每天啊，生甲个大蕊，搁再真好啊，有啊，每天拢有真多莲结。在咱修行当中，肯定莲花内底花蕊真多真多啊，但是真正将来会开花结果的啊。无多啊，真正多的莲蕊啊，拢连起咯。亲像李老师讲的啊，一万个念佛人，只有两三个人会当往生啊。哎，就是讲一万丛的莲蕊啊，只有两三个将来会开花。其他的啊，九千九百九十瓦拢会连起咯。但是啊，你也知影，这是咱娑婆世界现在现象，他方世界无一定啊，拢是这款现象。咱伫《华严经》里看真多咯，有真多这。纯净的世界，迄个所在世界人好多，可能真正是一万个念佛人，一万个人往生，
祖师大帝甲咱讲个啊，万寿万人去啊，一个都袂漏去。只有咱这个这个、世界真差，连迄个同学袂堪去考验。尤其是现在文化时期，下地下建，太多太多了。政治政见的人太稀少了，下地下建的人太多了。有时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，即非生死。大家呢，拢是邪见，有时邪见就变作正见了。正见的人少了，正见就变作邪见了。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啊！因若要保证未受邪知见的影响，只有一个方法：逐工读经，逐工研究，亲像咱即款的道场会当保持啊。你若问讲为什么保持，逐工讲经啊，逐工拢咧学习。不管你有认真无认真，无认真也无关系，只要你逐工做啊，做一久了，假也变作真呢。啊，慢慢慢慢，一工捌一点啊，一工捌一点啊，慢慢啊来嘛。你会当累积积十年、二十年就变作真呢。所以呢，功夫唔通简单啦。咱生伫即个时代，印光大师迄个时代无问题，迄个时代贤君也真深厚啊。为什么一般读书人无未读古书诶？无唔捌即个文言文呢？这个念佛人呢，都有相当的军队，所以老大人的主张，真正修行、求生净土，道场唔免大，小道场啊，同学唔免多，唔能超过二十个人，实实在在讲，拢是为咱现代着想。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了，寺院无行善，收入无稳定啊，道场大，人众多，来少多啊，无容易维护，你爱操心啊，爱操心你就袂当往生啊。你心就无清净，所以啊，人少道场小，维持费用开销小，真正容易维持。绝对无去化缘，绝对无去磨关。所以这个道场内面无做发挥，无经常佛师，无团结，无讲经。只有念佛，大天打佛七，当年打佛七，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啊。苏州灵岩山的办法啦、啊，
果然啦，会当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你即个二十个人将来拢往生，正确啊，非常非常正确。唔是咧斗老力啦，斗老力对咱的道心、清净心肯定有妨碍。真正叫咱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但是伫今仔日有困难，难伫倒位？咱啊都有警告，知影太少了。咱的先君无较早的人遐尼深厚，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甲子60年进前的人，咱不如因啦。因的军队比咱深厚，所以现在对有警钟，会当加了解几分啊，对你的信心、愿心有啊真大的帮助。所以我是逐条啊，拢赞同印度的教会，唯有这个无共经啊，我是改做一定爱共经，改行并重。咱伫这边念佛啦，哎，真正保持。有智慧，有定功，会当防止邪知邪见。逐天至少讲经2点钟，你才有保护啊！啊，未受邪知邪见的动摇。当然，一天会当讲4小时。是绝对安全。我理想当中的道场，每天有4小时讲经，20小时念佛，一天24小时念佛，长无中断。人嘛需要休困啊，轮流休困，轮流也免规定。那规定咧，人就会压力了。要安怎做咧？就是伫韩老和尚甲宝鼎师徒弟迄个办法。你忝了，你就休困。休困好了，赶紧去念佛堂念佛，你一点压力都无啊，真精进啊！啊，真正念佛的人是念佛堂念佛。忝的时阵休困，我讲了，免烫海清。咱那抹的衫，休息的时阵衫会烫落来，海清免烫。休困好了后，抹着衣，马上去念佛堂。啊，你这成就啊！《弥陀经》头前甲咱讲个，不休息的菩萨、上精进菩萨，
甲咱喜欢英文啊。解门呢，是帮助咱加深信心、加深愿心，增强咱的定慧。咱若有定有慧，有心有愿，这一切下地下见。自然就袂当入掉咱的心，袂当入咱的耳腔内，互咱会当保持纯净纯鲜，外面一切代志，甲咱不相干。咱唔免去插伊啊，所以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新闻都唔免去听。大江天下太平，大江无代志啊，心是定的，心是静的。这个所在就叫做道场啊，正业道场啊。来到道场的人，咱就要劝伊将万缘放下，甲咱斗阵来念佛。到底听经，世间社会一切垃垃圾圾代志，伫这所在拢卖讲，这个所在是净土啊！这个所在天下本无事啊！呀，一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，咱相信这波莲池内面的莲花一定达刚真大蕊啊，光鲜美好啊！再看下面这段。信心坚固，一生不改。这临命终时，佛慈出发，接引往生，这生出莲中，名为托智莲台，清净修行，花开见佛。信心坚固，这四字比什么都较重要啊！一生不改，李老师将《无量寿经》的回一本传给我。这是咱正宗的传法。我接受过来了后，这十几年来，在全世界弘扬，这本呢，我最保守的估计，在全世界流通，至少啊，超过200万册。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，
有真正多的人，他上修持得到真实利益。最近这两年啊，2000年，11月以后，你这才开始听到诽谤的声音，反对的声音。口头的攻击，文字的攻击，指名攻击真多，拢是会对我来啊！我敢会退心呢？我的信心若无坚固。哪讲会退转？该学别项经本，恁想看麦？我来当对得起老师咧？啊，低温报温，啊，就是咧骗人咧。老师传授给我，将这个法门托付给我，你听人诽谤伊的时阵啊，马上就改变咯。这成什么话啊？所以我捌甲同学讲过，全世界人拢反对，我也阁会坚持，我绝对袂改变。我对得起老师，老师无看唔到我。如果我改变咯，信心动摇，那老师看唔到人咯。我都不去呀！所有这些诽谤的人，我拢感谢伊。感谢什么呢？伊咧考验我信心是毋是有够坚定。我会堪咧考验呀！这些拢是教育后学啊！人只要有坚定信心，无论修学多少法门。必定成就，所以这八字真重要，信心坚固，一生不改。无这么大压力，无这么沉重的打击。你的坚定，你的信愿，你的定慧，对什么所在来表现呢？你家己那会知影讲，你的信愿定慧达到什么款程度，对这就看会出来。如是严重的打击。严重的考验，你通过了，你的境界真正向上提升了。所以，顺境、逆境、善言、恶言，这个顺逆善恶无标准的呀，完全在你的定慧。你有定有慧，将这个恶言。恶言啊，转变成善言；逆境啊，转变成顺境。家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加坚定啊，心愿更加恳切了。好事啊，不是坏事啊。如果咱若是有反驳，去辨别啊，那就错了。你就中计了，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释迦牟尼佛对咱有什么教诲？
灭兵。灭兵的意思，完全啊，莫去插伊啊。伊诽谤，所以去诽谤。伊侮辱，所以去侮辱。绝对啊，唔免去插伊啊。伊骂我，咱一句话都无要应伊。伊拍我，绝对无下手。迄家摩尼好加难的啊！安尼就食亏咧，无错啊，食亏是福啊，福在后面啊。你只要食亏，福不现前，智慧现前。永远保持宁静啊，唔通扑索啊，静生慧啊，善生福啊，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。咱这一生来到这世间，咱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，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，而且是往生西方清净弥陀啊！我来到这世间，这是我的方向，是我的目标，其他拢唔是啊！其他无论伊做的是什么，跟我不相干啊，我走我的路啊。真多年以前，二十几年前，我伫达拉斯文件委技师有一天来问我，伊讲法师啊，这一切经大藏经摆伫这所在，大师讲你只会当啊选一部经修行。请问法师，你要选倒一部？我甲伊讲，我选《弥陀经要解》。我未选第二部。实在话啊，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交代啊，讲华严经是真正最出家在家大德的提醒，我家己的修学是一门简单略要。我不爱麻烦啊，如简单如好，弥陀要解太好了。印光大师看重这本，我也看重这本啊。但是修净土，无量寿经重要啊！无量寿经将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，你对了解，了解了后，真正修行，一个要解的指导，第一属性，换一句话讲。无量寿经是接引你啊，
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，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拢爱靠无量寿经，有信心，有志愿，怎样修行法呢？要盖好啊！要盖帮助咱修行啊！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，一生不改啊，不变。你命中时，阿弥陀佛呢，就会提到这类莲花来接引。这类莲花是你家己心性啊变现的。你愈精进，花愈大蕊，光色愈好，这是你将来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所在，生处啊。这才是重要，所以今天人讲钱，钱是什么呢？我要钱，我啊，这个年岁，哎，爱大，爱更好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你将来得来丢的啊。这个世间啊，五欲六尘、名闻利用是假啊，你一项嘛走未去啊。所以古人常常讲啊，拢是真观的境界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所以对于这世间一切人事物，无一丝好的留恋啊！你爱将贪婪的这个心爱转变过来，贪婪七波之中的莲花，我心想变现这莲花时阵，我莲花要大蕊，我会更爱好，我会品味爱悬，我专心只求这个啊，绝对袂当有其他的念头啊，有其他的念头啊，拢变作障碍咯。所以，佛起初化，皆为龙性。即性出莲中，这是啊经内面常常念着的，托起莲台。应静修行，一个甲十个月坐胎无清净啊。你入胎时阵无清净，念头无清净，淫欲啊！你伫胎中这十个月，你住处无清净啊！你住处的周边是大肠、小肠，大小肠内面是什么物件？粪便啊！屎尿包围着你啊，无清净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无同款啊，莲花清净一点不染啊，而且莲花化生啊，一个到迄个世界，身体就宽大，色相庄严。西方极乐世界无什么少年老人啊，无啊，每一个人形象拢同款，平等世界啊。所以心平咯，咱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平，相貌无同款。有福报的人，相貌好的人，自自念念有骄慢心，
福报的人，民间艰苦人，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，自卑心吗？这是咱常常看到社会现象，西方叫做世界无啊，大家也想嘛同款，体质同款，生活状况同款，学习同款，无一项未平等，所以烦恼生未起来。你看五万这烦恼，你是想叫世界生未起来？每一个人拢无比你差，你自卑的这烦恼也生未起来。你跟一切人平等啊！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，去迄个所在，无言将你的烦恼交引出来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，十方诸佛赞叹啊！这好事业境界啊，拢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甲无量劫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。清净修行，花开见佛，我无生啊。花开见佛，你所看到的如来的报土啊，那你般讲是报庄严土啊，呀，凡心动机土啊，旁边又有土在倒位呢？甲注意讲，伫火内面啊，火无开啊，伫火内面啊，咱伫观无量寿佛经内面看到啊，凡行动依托，下下变往生诶，火爱偌久才会开呢？十二劫。这是西方叫做世界时间上长的十二劫会开啊，十二劫那会未开呢？在会内面呐、啊，伊的生活状况是安怎呢？这你读华严就知影，伊在会内面，感觉迄个会。都是世界啊，火内面都是世界啊，火内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完全同款，无查化缘，无了解这个境界啊。华严经内面跟咱讲的，这个大世界、大宇宙，跟弥顶内面的世界无离无别。一粒米尘啊，内底就是一个世界。入迄个米尘世界，甲大世界完全同款，无大小啊。所以火内面的世界，其实甲叫世界完全同款的啊。你家己根本都唔知影，你啊是伫这个火内面啊。啊！你伫火内面，逐工见佛啦，逐工
主上先灵骨回一处，啊，由此知影，叫做世界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每一日莲花已经往生，托一日莲台内面呐、啊，这个莲花内面的活动，甲整个极乐世界活动拢同款的啊。你伫这个内底，所谓是重用圣胎啊，就是伫遐咧修行啊。虽然花无开，你未到十方世界参访诸佛无妨碍啊。经常讲的，你看到真正多大众，大工去供佛闻法。啊，供佛修福报啊，文化开智慧啊，福慧双修啊。啊，听本书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同时阁会当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。世出世间。哪有比这个姻缘啊更加殊胜的找无啊？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功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咱啊爱会当去体会到啊，然后你的心定了，袂搁再有梦想了。也各位同学想要学经教，先取得净土，你才学其他的经教。就讲是有妨碍，妨碍你品位的提升，但是你绝对会往生。你如果进入世界无把握，往生无把握，你现在经教学这多。你的精力、时间拢分散，换一句话讲，到你临命终时，是不是往生？这是未知数，是怕一问号。自古以来，真正做讲经法师，因为这个念头啊错了，耽误了。一个耽误咧，麻烦大咯。生生世世，有缘来去六道轮回，因为你前世做法师，讲经说法，法布施财布施，讲经也是来财布施，换着来生的福报。你应该想这个安世高迄个同学，明经护师。忏悔于心无端，伊迄个忏悔并无真严重。突破，迄个时阵是突破制度，施主啊，供养伊菜饭无好食，心内啊感觉真正艰苦啊。就是这点啊，对贴心心啊。对这个抓心去做灵王啊，宫廷外的灵王啊，安世高的同学，寿命到了，伊家己知影会对地狱啊？为什么做灵王的时阵做了未少的罪业，忏悔心动，你来拜外。来供养我，我就会对你真好啊！保庇你，家准一路平安。你若是无拜我，无恭敬我，
无强用我，伊就啊创一点仔小魔术啊，互你一路未平安，甚至将你船吹翻咯。做真多罪业啊！你有这个心通，你会当作弄一寡众生，但是死了后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，这是该在安世高无对路，该我得到的高僧，求伊啊来超度。啊，这个公案呢，在安世高传记内底，诸位拢会看过啊。千万啦，唔通做恶业啊！一定爱知影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？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，啥人都袂当代替。印光大师，这是近代的一位大善知识。伊一生的教学，实在讲，都是两项物件。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一个是劝人哎注重因果报应啊。因果报应内面，这个主，伊讲安师转师是最好的，基础是《感应篇》里边，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。因果报应啊，是六道内面生定的定律。你做善，一定感到善报；你做恶，一定有恶报。吉凶祸福，善恶报应之观。在你家己，唔是别人，何人陷害？无虾米啊！何人陷害？讲实在话，咱家己无忏悔心，无报复心，灾就消了。家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做的罪业，大家常常听到。佛门有所谓当罪轻薄啊，什么是当罪轻薄？我和别人侮辱，我和别人诽谤，我和别人陷害啊，这拢是果报啊。可能我的罪真重，就是按一点啊，已经将我布掉了。我拄到这个。纵然啊，无忏悔心，无报复心，我家己好好来反省检点。古德所讲的“有者改之，无者加勉”呐。业障消除了，当罪轻薄啊。所以。对诽谤的人、侮辱的人、陷害人，只有感恩啦。伊若拄到障难，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伊，没有丝毫怀恨啦，这叫做恶恨啦，这叫做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，得到佛法的利益啊。
冤结化解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啦，袂当甲人结冤啦。结冤的时阵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无完无了，彼此双方拢痛苦啊，而且也阁拖对着别人啊。所以才会理事加想看卖，为着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的纠缠，你就下定决心，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摆在后面，不要紧啦，不重要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